汤星人这次要被老鼠大军袭击啦，玩家们要叫出会踹会打会自爆的守护者保护猫咪，千万别让他们从美梦中惊醒哦。游戏当中所获得的牛奶也可以用来解开更多关卡，让喵星人可以躺在更舒适的毛毯上休息，但是突袭的老鼠也会变得更多哦。这款卢墨的喵星人还有放置元素的玩法，当一段时间都没有游玩时，喵星人就会跳出提示请玩家喂食，每天都可以看到可爱的喵星人，真的会被疗愈哦。